大家好，这是我堂堂的徒弟，在这来了有俩月多点。啊，俩月多点了。啊，俩月多点了。刚来了不会摸包子开始，俩月多点做了小锅，说真的，我感觉都特别舒服。这个徒弟应该来说，就是我一手一手教出来的。那个徒弟呢，是我那个老十三的徒弟，就排行十三。他做的活现在目前来说就不如他，你甭看排十三。他就排多少呢？昨天上的76啊，排76了，就是我的徒弟现在这个有80多了，所以说他这个活啊，大伙给大伙教着看看，就是我是让他把下头的辣都给打出来了，为嘛呢？反正现做的活啊，他肯定有点毛病，不太舒服，就说要是嘛呢，徒弟做的这个活啊，应该这个木头应该都嘎嘎哈，就是这个门的木头哈。老用了这个木头，你要叫我说出来这个木头名字，我还真说不出来，就是一个进口的木头，但是应该相当硬快了。这个活呀，他做了好像没有再少也得俩月吧。俩月，俩来月，就是嘛了，来了开始啊，过了不多日子就开始做这玩意儿，就这么一天天弄骨头。所以说这孩子要说论韧性，那是相当好的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说说你这活是不是有多大毛病，怎么来不去的，跟大伙交代。嗯。剩这一个面，把这面再打个蜡就完活了。要不咱光打蜡呀，所以说拍完这视频它也不太舒服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看这活，这次呢这俩门看了，它都告诉好了。他告诉这门，咱说实话，就是一点一点靴子告诉。这个我顶头吧。嗯，他这是现在没。对你朝回就行了，反正这个门啊应该沿的还算凑合。反正活啊。如果要是带我们北方啊，反正这个缝儿微微的大点，要是上南方这缝儿正好。应该料啊是够硬开，反正这孩子做活儿也是够拧的，说句实话，木工都有个拧的那嘛吧。你一会儿打打蜡跟大伙儿说的这活儿，反正遇到了不少毛病吧。行，先打蜡。那您跟人说说这个活儿。没上过视频也没上过嘛玩意儿。这活儿吧，反正从一开始弄的时候，就是碰上了很多困难，因为从一开始也不会弄，以前也没干过这种活儿，所以说从一开始就是走一步就问师傅一步，走一步就问师傅一步，反正挺费劲做的，主要就是这个三缝间这块往下延伸90度，这个是一个难点。再一个就是，下边这个炕桌这个交接这块，反正做的不是特别好吧，反正大家多提意见。就是到最后的时候，本来就认为已经快完了，就是这个抽屉了什么的，包括檐门还是让师傅帮忙给弄的，我自己怕弄不上。我说说，檐不是你檐的吗？怕自己弄不上，反正就是这个抽屉，尤其特别注意的，就是尽量就是后边把量一定要留足。对，把量一定要留足。如果到时候如果说一旦如果短了的话，那就基本上就没救了。嗯，哪留足？那个这个里头应该也一点色也没上，这个嘛样它就是那嘛样。打蜡呀，它自己就上色，你把那个蜡打了，不剩一点了。要不咱说实话，拍视频现在都兴那短视频，你说你要打这个，你要是你打蜡，你一打个一个小时，你这个也没看了，大概其实知道这个规矩就行了。对，我这老十三这徒弟呢，就围着这个他转，为嘛呢？他一天做一个，天天跟着他学这个做这个活，我估计再有俩月也能做，差不多。是，我是从打磨开始学的，从打磨，所以我基本功比较差。对，反正还行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人排76，你排13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几年了？叫你说，五六年了吧？五六年了，还得盯着跟他学。嗯，没办法，就这个意思。看了这一打蜡，应该老漂亮了。完了，说真的，这个小棍儿啊，能保证嘛呢？能保证说，应该这里的活不会出大问题。说真的。这个东西在这摆着，而且我们这个真正的厨师嘛，好像现在要是出了这铜活，保证没有一个钉子吧？嗯，没有。
对吧？就是上铜活上的钉子。对，刨了铜活的钉子，在任何地方你要砸出一个钉子来，那算我白，那白说。啊，我给开个灯照着啊，看这小锅，看看，你瞅瞅。我说，回去跟老婆也好交差了，是吧？啊？还没结婚呢，哪里有老婆？别人家，你这不能瞎说，哎，这不能瞎说。老婆，啊，打着蜡完了之后这就行了。这个呢，他把红火的拿好，完了之后就这块吧，都三分间那方马蹄子腿儿，这底下呢应该都是硬的东西。我这边就是，啊。或者拿干木呢，或者一裂，就行了。好，那个，咱这俩意思就是跟大伙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有机会再给大伙展示下一个作品啊。啊，对，下一个作品是嘛呀？下一个作品抖啊。下一个作品是你的了。行。你把那些故事做出来，那叫舒服的。行。师傅，再给我2年时间，没问题。别介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